全国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勇冠前朝》。今天礼拜三，大盘小跌24点，该怎么看？跟持续的追踪。我昨天跟你说，如果跳上了季线就反弹，可是今天没有。最主要原因就在于成交量。那量缩格局里面来讲话，比较难过跳过去。那未来来讲话，只要能够跳过的一个季线的支撑的话，我认为它就会稍微做反弹波。那么各位，加权指数来讲话，进入收敛整理格局，这昨天次卡，那来讲话要跳过季线，所以今天来讲没有跳过季线，所以我们看一下这边，所以来我看这边。各位，它没有跳过季线，所以基本上来讲，这个量缩整理格局之下，要越过季线才会反弹。如果你想要绕过季线的话，基本上成交量要稍微放大一下，就这样子的话，就有机会做一个反弹波。那么各位，台股呢，经过了七月的大跌2533点后，我认为八月份即将又有一个破底翻的行情。所以这边要讨论的是，应该不是你要卖股票，你应该很早的时候就要去把股票卖掉了。现在讨论的是你应该如何去换股操作，非常重要。基本上来讲，你这边就不要去把股票卖掉了。如果你从高档这样一直跌下的时候，有时候没有卖的时候，你倒不如等它反弹完以后再做一个叫什么决定，这比较重要。那其实你要换黄老师的股票，我跟你提到股票，很多的股票其实都是最近的一个强势族群。我想你也感受到黄老师一个帮你各位选股票的能力，而且让你有幸福感。很多股票其实都是属于一个强势的整理格局，在1700多档的股票里面，我把非常少的2%、3%的股票选给大家去做一个操作的话，你就应该会享受到这个操作的一个乐趣，各位。所以台股破底翻的话，八月要停看听。那我认为来讲话，八月应该进入一个反弹波。那你也，我肯定跟大家报告过，你要到24416点的话，这个要花很长的时间，它下来速度非常非常快，但是要回到那个速度的话，要花很多的时间。所以我昨天跟大家来讲的话，昨天是亮红灯，意味着什么东西？它这一年来讲话，它这几个月应该都属于红灯的一个阶段之下，所以台湾景气是好的。但是呢，由于这，我想跟大家报告说，哎，其实是跟股神有关系。各位，德国股神科斯托兰尼有说"老人与狗"的理论。各位，我跟大家报告过，这只狗呢跑得太快了，所以来讲话，它要回到老人的身边。这时候来讲话，因为食物不足，所以这只狗不想动。所以我讲得非常明白，如果成交量就是它的食物，这食物不足的话，这只狗基本上来讲就会在这里震荡整理格局。所以我讲得非常清楚，希望你能够谅解。那基本上来讲，各位，八月份进入来讲话，台商的资金要回流了，限制5年不得投入不动产的禁令将于今年八月解禁。所以这个八月就是可能这个热钱效应来讲话，境外资金汇出的办法会提供2年的一个租税优惠。所以八月有没有机会在这个热钱之下，而且我跟你报告过了，这个大盘重点却是什么？热钱，也就是说这个成交量这个食物呢不足，所以这只狗就不想跑了。我讲得非常清楚，只要有这个食物大的话，这个狗就自然的就会做一个反弹坡上去。那么各位，台股呢不要去预设它的高点，回档就是买点。可是回到哪里买点的话非常重要。我曾经跟大家报告过，它回了2500多点的。你现在要讨论的是不是要卖股票的问题，你应该要讨论要如何换股的问题，非常重要。当然讲话，你要换股要换到黄老师的股票。很多股票我给你的时候，很多都是涨势的空间，非常的漂亮。各位你还记得吗？我跟大家报告过，各位，黑暗之后就是黎明，震荡之后将会是个趋势。我想大家都觉得说被这2500多点的点压那个拉回的压力吓到了，其实就是因为狗跑得太快，自然的受到川普的言语。我想川普也是觉得好像一中枪了，基本上来讲他就是有时间要回档修正，刚好川普那个言论让台股大幅度的修正，这也是非常正常的。那基本上我们看股票来讲话，它回到了一个季线支撑完以后，它应该会来回的震荡整理，除非这个成交量稍微放大，它有办法做一个反弹波。各位，那么资金决定于强势族群，有资金炒的话就是筹码，筹码在哪里的话，其实它的股价跑得比较快。当然讲话，各位，时间来讲话根本不会重来，但赚钱的方程式可以复制。我跟大家报告股票，很多档股票都是从低档开始慢慢报上去的，你还有印象吗？各位，大户的 CoWAS 的概念股 OK， 红树 OK，
它是主流中的主流，还记得吗？台积电 CoWoS 扩产，宏硕订单满手，7月19号的时候涨停板 ，OK， 7月23号的时候稍微上涨9.50%。7月26号的时候，大概是上涨了大概9.35%。那么各位跟大家报告，宏硕位置大概是7月19号，它回档修正的时候。可是呢，宏硕来讲话，各位我们稍微参考一下，在11315这边低点的时候，跟大家报告，宏硕要起涨的哦，涨上去1700多元。OK， 看到7月19号，那7月19号在大盘在这个地方，它回档修正的时候，宏硕呢还持续往上涨。是不是我跟大家报告过，其实我的股票你要来拿非常的重要，它有很多的样式，就是说代表拉回可以找到买点。什么意思呢？各位，宏硕来讲话，其实我们从低档每次的地方拉回完以后，是不是 CoWoS 的概念股这次就会飙上去，你要印象吗？所以其实有时候来讲，它如果是拉回完以后找买点也是可以向上往上攻击的。所以宏硕呢，各位还有一些吗？半导体四制成的设备概念股，因为 CoWoS 供不应求，所以它的设备股就会因此而缓涨，然后慢慢的就是有时候会做一个涨升的空间。各位，什么时候跟大家报过？2月23号848元，各位这边一直涨，涨到1700多元，挣的多少自己要再看一下，也非常的棒。所以宏硕为什么会涨那么多？其实我这支股票应该很早去年就跟大家报告过了，如果你有看我节目的话，应该去年7、8月的时候，宏硕这三档股票我都跟大家报告过，它真的涨得非常快，而且是一个 CoWoS 的概念股，而且它是真的是个标股，慢慢涨慢慢涨，持续的涨不停。所以如果你喜欢这种持续涨不停的股票，欢迎来找我。当然讲话各位，我们跟你分享了各位很多股票，还有记得吗？这是我的 Light， 很多的股票其实都是属于一个飙涨股。那么有说最强的设备股还有印象吗？这是哪一档股票呢？跟我们看一下这边各位，跟盖牌给大家看最强的设备股。我其实这股票讲的非常多天的，如果你喜欢这种型的股票，其实你加我们 Light， 你就可以拿到这档股票。台股逆转胜，大户拼这支，现在大盘在这个盘整阶段还是有涨停板的股票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恐慌时进场未来一定会大赚。那么如果来拿的话还是会涨停板，跟着组织吃香喝辣的。我们看一下最强的设备股，我们看一下 OK 3663的各位新科应该有吧，而且我节目都有公开的跟大家报告，新科面板型的封装概念股，这个新科是不是今天也涨停板的，非常的漂亮。前几天还记得吗？跟着主子吃香喝辣的 Part 2，那台股拉回还是持续的飙。当时候前上个礼拜我都持续跟大家讲，这档股票有机会飙涨。下礼拜我建议大家进场持续 up， 跟你讲的时候，这档股票是哪一档股票呢？各位，新科。OK， 好，所以各位你要知道新科，我跟你讲很久了，所以它是不是这种型的涨股票？所以黄老师喜欢做这种型的股票，几乎这种型的股票我几乎都会帮各位去抓到，所以你要的幸福黄老师就帮你找到了。很多的股票只是这些光盛啊新科，看各位它是不是涨，这种涨升幅度也是非常的漂亮，是不是在老人与狗的故事中我讲的非常清楚，那个理论你稍微想一下，其实很多股票都是我跟大家去做报告的，它就是属于一个强势族群。当然讲话，如果说微笑的战法里面有用微笑的财神爷，专注成长让你财富更自由，所以我跟大家报告股票还真的连涨了两天。其实我很早跟大家报告过这种股票，为什么股票？因为我跟大家报告过，面板型的散出型的封装产业概念股，还记得吗？这三档股票我好像只有专讲一档股票而已，而且我也讲得非常明显给大家。所以有时候股票来讲的话，我可以两三档那你去猜，但是呢我会跟你报告过他这个股票，这只股比较强一点。所以各位欢迎加我们的 Light， 你来加我们 Light， 你来来加我们 Light。 这 Light 的话有很多的资讯，我刚才跟你看了，我们 Light 有非常宝贵的资讯，有很多的标股每天几乎大概都一档会涨停板。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欢迎加我们 Light 稍微看一下。其实我 Light 有很多的好股票，我想很多的一个同业也会来找寻，就我们 Light 股票也非常非常的强。那主要原因就是说，我们找到股票很多就是用老人与狗的故事去找到股票，只要这个地方符合这个案例出现的微笑转折的时候，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标的地方。所以各位，当行情好的时候，如果你的股票挺好，行情好的时候，如果你股票
涨的时候涨得比别人少，但是大盘在跌的时候，它如果跌得比大盘还快的时候，你就应该要换股操作，这非常重要。所以有时候来讲话，你应该要选择的余地，也说你要选择，有时候股票在涨的时候，它要涨得比别人快。各位，你看新科，虽然大盘呢那边鬼混混，但是呢新科呢就比大盘还强的比较多，我想应该对吧？我说的对吧？所以各位，它涨上去的时候，其实慢慢涨，慢慢涨就非常的棒的。所以有时候股票来而言，你不要选的太多，黄老师帮你选好了，其实都几档几档股票跟你大家报告。那其实会选的、会找、会找、会标的股票，其实都在我们家里面，都会看得到这种股票还持续的飙涨。所以来讲话，我跟大家报告过了，其实行情不好的时候，我们股票还是会飙。很明显，而且我都有天天跟大家报告，还记得吗？我跟你说过什么叫做散出型的封装，再跟大家复习一下，有分传统型跟晶圆型的封装。那传统型的话尺寸比较大，那晶圆型的话尺寸比较小。再想一下，就是说它的晶圆型封装的尺寸会比较小一点，那传统型的话比较大。那基本上面板型的散出型封装，为什么要改成这个地方呢？为什么用 NVIDIA 跟 AMD 都会用呢？最主要是说辉达希望他们以后做出来晶片可以比较多量。如果你用晶片型的一个封装技术的话，你大概只有 focus 在12寸的晶圆而已。如果用面板型的一个封装技术的话，我想它就会传出来的晶粒会比较多。所以它大概的原则是说它的面积比较大，所以来讲的话，面板型散出型封装可能是未来的新封装的技术。那基本上我先跟大家报告过说，其实它的技术就是说未来对于它技术的成熟性来讲话，这种产业可能会是未来不错的一个选择，跟大家持续的追踪。那么新科各位6月27号跟你讲说独家有这个含金量创下近期的新高，6月30号各位涨停板 ，OK， 6月31号的时候今天也涨停板，所以我没有提前跟你说，因为这个是我上礼拜的题目，所以我其实之前就把题目的东西内容给大家了，所以很多地方来讲话，我都要把之前想要涨的一个个股形态，那么资讯都给大家去做参考，那是不是真的涨的幅度非常非常快？所以我都有提前跟大家去做一个复习，在一个操作里面来讲话，这个股票是不是真的还是涨停板的股票，非常的漂亮。所以你要记得，你要跟上黄老师，勇敢的买进，稳稳的赚钱。那为什么我们的股票会那么飙？如果你看我节目的话，最近我就 focus 在几个族群而已，而且非常棒。所以你要记得，你要跟上黄老师，来的越早，你会赚的越多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其实我跟你报告过了，各位资产概念股。还有一些吗？我跟你讲哪张股票，金城2524的金城，其实上字卡应该也是 上几个月做出来的，非常的久。那么各位，金城来讲话，我们稍微看一下，它4月14号的时候大概是多少钱？50.3元。跟你报告完以后，我跟你说它稍微会做拉回，完以后就持续往上走了。各位，金城今天来讲话，7月18号涨停板 ，OK， 7月29号的时候涨停板。7月30号的时候涨停板，好，那么金城的营建标股金城，4月14号从50.3元，这边跟你报告，报告完以后稍微拉回测试完以后，到102元上涨多少？103%，有没有提前跟你报告？有，我这边跟大家报告过，它金城今天真是个标股，但是呢，千万这里不要再乱追了，各位非常重要。为什么？一个重点就是说，会当买的是谁啊？会当买的是确实是师傅，什么意思？你的地方来讲话，我跟你一直持续跟你分享的过程之中，你要早一点跟我们来进场，你不要最后来听到的时候才进场。我讲的非常清楚，所以来讲话，金城今天来讲话也是说开高以后，相对回档以后，今天有盘中到最高点的地方，最高到112.5。这意思代表什么呢？你自己好好想一下。所以我跟你说过，会买的是徒弟，我金城跟你讲的非常久，还有印象吗？会卖的才是师父，所以我讲的非常清楚，希望你能够 听懂我的意思。所以来讲话，各位你不要再乱追了哦，金城我现在讲的非常清楚，你不要再乱追了哦，这样子的话你就听懂我的意思了。所以有时候股票来讲话，你要记得黄老师的股票很飙，粉飙，非常飙，没有错，都是当时的主流族群，而且我都一档一档跟大家来介绍。我有提醒大家，各位，金城2524不要再追了，不要再追了。
不要再追了，非常重要。那我讲的非常清楚，其实你又知道说懂我的意思，我先跟大家先事先的声明一下，你不要说哎，老师我又追到103.5块这边追上去，那不好意思，其实我很早就跟大家报告，我很早之前跟大家报告这档股票。OK， 好，我在这边五十几块的时候跟大家报告过。OK， 好，慢慢涨上去，那你千万不要再乱追了。我必须要在电视里面公开的分享，一定不要再乱追了。有时候股票可以追，有时候股票不要乱追，非常重要。我在低档的时候跟你讲说，你要来拿我的股票，你要来拿的时候，其实你可以享受到一个涨停板的乐趣。所以各位，其实我很多股票来讲话，你要记得，你要来加我们的 Light。你来加我们 Light 的话，其实很多标股你都可以享受到一个标股的乐趣，喝康龙底加，我想我的股票里面你来拿应该很多都是属于一个飙涨股，因为有经过算数算过的，那股票会飙的话一定有符合几个基本原则，老人与狗的故事里面就很多的含义里面来讲话，它就是属于一个会飙涨的股票。所以记得2524的金城不要再乱追了，麻烦一下。 OK， 好，那我讲得非常清楚，希望你那听得懂我的意思，黄老师的意思讲得非常清楚，希望能让你明白，能够让你知道说操作股票其实有时候会有难度在，有时候跟你报告说你千万不要乱追了。各位还有印象吗？各位台股全指 F4 的拉回的时候，我印象中这四档股票我你有来拿的时候，应该有些股票符合我当时候说的一个关键性价格。我当时候很好心跟大家去做报告，基本上来讲 F4 的价格已经快符合接近到我当时候给你设定的价格。我先必须讲一下，如果你有来拿的时候，价格都会非常公开。各位当时候跟你说设备股开始发动了哦，所以设备股开始发动的时候在7月19号，那大盘呢，各位大盘在跌势的过程中，我们的股票还是能够涨，我想你应该很少看到老师一直持续的介绍这种会涨的股票，没有错，我没有说我股票会涨停，但是呢，它就今天涨停了，我也没办法直接跟大家去做分享。所以有时候股票来讲话，只要能够属于一个多方式的动能，它自然的它就会有一个涨幅的空间，但是会涨的话，涨上去要懂得会卖。我一直跟大家讲，这个重点非常重要。基本上大盘，你各位，它如果这样回档下来的时候，你没有卖的时候，你会受伤比较大。尤其是这种高价股的一个个股，你会影响非常大。所以懂得会卖的才是一个高手。我讲得非常清楚，各位，君豪上半年获利成长近翻倍。我当时我跟你说过，台积电的供应链全球大扩厂受惠股君豪。今天来讲话，7月17号上涨大概3.4%，7月16号上涨了大概5.74%，7月30号大概9.32%。君豪，各位，我什么时候跟大家分享的？大概是6月18号，在这个地方丑丑的跟你分享，这个股票即将要发动了，先进封装的设备君豪。当时候如果你有来拿股票的时候，我想你应该都知道这张股票即将要发动。各位后来一直涨不停，所以今天是否持续创高，我都有跟大家报告过，它真的有时候会持续创高。所以你要把握几个大原则，就是说如果黄老师的股票报告股票，就是说其实他黄老师报告股票不涨也难，其实来讲话黄老师的股票品质保证，跟你报告过的均好是不是真的一直涨上去，今天来讲话创下近期的新高。所以很多股票来讲话只要能够创下新高是我们的选择性。各位今天我们推出中实户的封装级的标股，先拿先进场，未来一定会大赚，来电就有先换，现在就是个机会。先来讲话，各位八月份要即将公布的半年报，八月中要公布的七月份的营收，这种股票如果提早了布局，以后就是大赚的机会。那我们先进广告一下，谢谢各位。迈向20000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
迈向两万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惊喜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。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。静心思考，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全球财经台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，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我在节目现场跟大家分享几个概念，各位看一下这边市场，你必须要预测，预测是老师的责任。我跟你预测的非常准，你可以稍微看一下，当趋势出现的时候，赚钱机会就来临了。这基本上就是来讲话，狗跟老人的故事讲得非常清楚。当趋势出现的时候，自然的它就会有涨升的空间，这非常的重要。那不论趋势往上还是往下，你要做多做空其实都可以。其实你就一目了然，你就看得出来说。整个盘势来讲话，如果做多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，哎，它的狗跑得比较远的时候，就知道说，哎，它即将要发动了，非常重要。各位，就是要飙起来，知道吗？川普、黄雨露，中小型股机会又来了，大盘指数拉回又是一次的大机会。各位，森阳半导体今天来讲话也创下近期的新高。各位，森阳半什么时候跟大家分享的？7月3号涨停板，7月4号涨停板，7月10号涨停板。OK。7月26号的话，上涨3.469%。各位，再生晶圆的森阳半导体在72块跟大家报告，报告完以后慢慢涨，慢慢涨，涨上去到121.5元，上涨几%，这边讲的非常清楚，是不是都有提前跟大家去做报告？不论之前的设备股 ，OK， 或 Covas 的概念股。或者是银建股的金城，我是不是都有提早跟大家报告？而且金城来讲话，刚起涨点，跟大盘刚好回转那时候，我们稍微看一下2524的金城，各位，我们来看一下这起涨点的话，到7月10号，那大盘呢，刚好在7月几号遇到高点的，我看一下，7月11号遇到高点，那是不是金城涨上去，然后大盘就直接拉下来？是不是有对比？在大盘回档的时候，我们的股票。还是非常的飙，你说对吧？我都有提前讲到前面，而且是一步一步的跟大家讲，而且有跟大家讲，有时候讲不要再乱追了哦，我讲得非常清楚，希望能够明白。各位，你要印象吗？我跟大家报告股票，各位，台积电的供应链，台积电创新高完以后，一个人的武林创造未来的新生活，3374的精彩。非常重要，让你生活精不精彩的话，这股票非常重要。小心这张股票喷出喷不停。跟你报告完以后，各位精彩受惠12寸的这个开发以后持续过高。那么7月11号涨停板，7月17号上涨3.74%，7月29号上涨2.20%。精彩呢，7月30号昨天呢涨停板，涨停板。各位，7月31号的时候上涨2.17%。337的精彩我们稍微看一下 OK， 那接下来讲话还是有持续过高的一个动能，所以我们讲的没有错，投信买超之下还是有机会持续有过高。所以有时候股票而言，你要记得当筹码开始稳定的时候，这种型的股票比较能够上涨带动，
我想我也知道说跟大家报告的股票都非常的飆，所以各位如果你喜欢黄老师的股票，记得加我们的 LINE， 你来加 LINE， 你来加 LINE 的时候有好多的飆股都在里面，其实我的股票很多都飆，而且都有公开的跟大家报告，实际的跟大家报告说，哎，真的有涨上去了，而且每档股票几乎都非常的强。当然讲话，各位中实户的封装级的飙股，先拿先进场，未来就一定会大飙，来电就有，现在就是个机会。所以你还记得吗？君豪跟大家报告的时候是在63.2元，这边跟大家报告完以后，一直涨，一直涨，一直涨，涨不停。今天来讲话，创下近期的小小新高。各位，那么森阳半导体呢，也是一样的意思，也是一直涨，一直涨，一直涨，创下近期的新高，应该都有跟大家提前的报告。还有各位跟着组织吃香喝辣的，各位最近的新科来股拉回还是持续的飙 ，Part Two 应该都有持续的飙新科，各位最强的设备股还跟大家报告，哎，新科台股逆转胜，大户拼这一档新科还是涨停板，所以你有喜欢老师的股票的时候，麻烦。这个中实户封装级的飙股，先拿先进场，未来一定会大飙。如果你喜欢这种型股票，来电打电话比较快，或者加我们的 Light，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股票送给你。现在就是个机会。以上就我分享，也谢谢大家收看，也祝福大家操作顺利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